我有几个垫。哦，很快一半。对啊，刚刚那个尿一下，对电力也有帮助。他们卡在那个路上，那里是低处哎，我想要拿到一点动力。欸、他在上课、啊，教练在，他不知道是不是教练，他在上课，那卡在那。那里是低点，我想要在那里拿到一点动力再靠回去的，现在不行了，只能卡上面。直接到缆车啊，好近哦，上啊，去缆车。
转弯还是得转。哦，好。我就看到你急转弯，我吓一跳，所以你快要飞出去。百万人去百万人直走，他要去22号要急转弯，也不用急啦，就是。有，我看到你转的急，然后秒，咦，要转弯了。对啊，我是突然看到那个牌子，我觉得右边那才是对的。
听到类似的声音，我都觉得应该是你的棒棒。但是上次你在那边说的时候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我知道是什么声音。我说的是，它有一个，就是啪啪。哦。能见度一样。我觉得昨天我们是早上就看到有半天蓝天，就预测会有。他今天连半天蓝天都没看到，我不敢肯定说有或没有，但是刚下面不是看到太阳吗？一边看到太阳，另外一边山上是雾的，所以我怀疑就算是晴天，会不会藏王山自己这里还是雾？晴天率不是减减的，嗯，梦到一天不错。中两天就超高于几率了，真的？对啊，30%以下，20%左右。五天就是想中一天，现在应该算中了，然后再多一天也还不错。只是不知道，只是拍出来的照片应该都一样，类似。不过缆车上有拍到几张没有反光的感觉。上没有啊，就是我要去的，是啊，冲啊，鼓掌。怎样？刚是勾到了吗？知道啊。
我举很高，然后还是勾住，又要被切版权了。还好吧，一小段，一小段会吗？会啊。我故意讲很大声啊，听不到背景音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 Lisa 的最新曲叫做什么什么残响之类的，过来过来，你记得歌词不歌名吗？不记得哦。残什么残响什么鬼的？不记得，我没有特别记。电视上播不够多，电视上播够。有啊，我 YouTube 有跳出来，我就有播过。嗯、你现在听音乐还是靠 YouTube 吗？也没有啊，我没有常听。我只是有一次点到就给它点出来。好冷哦，我冷哎、欸。我们要去烤暖暖的。Oh, sorry. 这么小声也会吗？谁知道嘞？咦，呜啊呜啊！拍张好的，受不了。我今天好像没拍照。怎么饿？你今天只记挂着你的棒棒。太冷。哎，就算是现在手机掉下去，恐怕也很难找，因为他连住址是几号都不知道。那我就把账都拿去。但是他下去如果不是岔着的，那连账都找不到。那他救你。多推一点吧，是真的歪，它本来就歪一边。那个联络道你就多推着点吧。什么叫推着点？我的话，可能小推啊，但是你就一步就要往前，就多推着点。好糊。对啊，而且这中间。可能铺了薄薄的两公分，对我们来讲，减速太多的雪，好冷哦，好疼痛，那个是手会动的。说某一年，还是说中间有一些，我不大能确定，你要去 Google 一下。对啊，就什么什么虫病，然后就说那一年的树冰小的可能，又很暖，然后又树又生病，那一年就是著名的树冰长不大年。这里突然解析度好一点点。雾一阵，就跟昨天回家一样的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一模一样。但是坐了那个什么长途早的缆车之后、就是推到对面那个，有个缆车。我们第一次树冰岩下来一半，坐的横街去三五郎的缆车，就是那一个。你先走。就可以下了。
我被砍了，好痛，好痛！被砍脚脚，对呀、啊。哇，这是那个哎，机器人。啊？反正一样的，同一段影片，让他去侦测，让他去。然后现在知道 Google 有这个，就让他去处理。你刚刚什么？被自己绊倒。在手哪里？滑下来一次。为什么？就这样跑到两只脚的中间绊了一下，然后再摔。你为什么这样跑到中间？就不知道。手很冷，现在把它收起来。对啊。握拳。就是它明明不算很湿。可以理解那种荧光绿、荧光红、荧光什么的那种感觉。这样拍照什么东西都黑白的，只有那种荧光的可以知道说，这不是荧光绿，这不是黑白照片。接着往对面推，下车往对面小推推，重启对面。我们是从右边那个切下来的路线，然后第一个坐的缆车就是前面那个缆车。你跨到了吗？在坐那个缆车，接着直接滑就可以到上面。吃饭，上厕所。嗯。我都有在路吗？竟然有个叫藏王桑奈斯，他自己有个手印。没关系啊，他有。很多人都在吃大牛排吧？有趣的话，就哪边呢、啊？正前方哦，正前方，好，推推推。啊酷！吓我一跳。我在等你啊。这是圆的。我也被做到了，我也被做到了。
夹小腿啊。对啊。很痛苦哎。不用啊，这有一条路是铲雪车的路，还是可以滑的路？铲雪车的路吧，这上坡那么高，直接上来啊！嗯，直接上来，看不出来。好了，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几乎都有滑道，然后唯一有一个没有营业的雪道，在。第一天那个有一个区在上芝台旁边有个叫龙山还是什么的，嗯，他就一台缆车一个雪道，嗯，没开，对，手太短，手太短，看不到，啊，这架子是最长，啊，掉下来了，啊，掉在头上，是在掉了，这个好可以，真太高了，别再搞了，不然他就甩你一点。这里怎么可以？这里怎么有一个这么凹陷的一条路？难道这是一台摩托车开车来吗？不对，就算是摩托车，他也。它后面也是两块雪板啊，不大懂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。嗯，是给人滑 sorry 的吗？不是吧？它都做出雪壁了。今天要烤手套，我要去把那个手套那个地方消毒一下，我就插上去。我是要把两个连结连起来，然后让它烤，然后因为我要让它烤的朝上，让里面的水汽被烤上来，这样。因为我怕是用烤的会。那我不知道。因为我看很多人在烤鞋，然后就觉得很累。哦，那个应该是差的。还要再做吗？应该不用。我们直接滑下来的，但是我们第一次滑不知道三五郎旁边那个小路。然后不知道这个缆车滑过去能不能走那个小路，有小路的话就走小路，不是小路啊，就是那个小雪道，就不知道啊，就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上次我们这里，哎，对面有人过来，什么道理？右上角就是那个小雪道啊，最下面带速度往右拐就是三五郎，下面会是那个缆车，还是你要坐一下那个缆车？要，好，那你要自己带速度。右边有缆车。
可以放那边。因为我速度带着冲就冲到中间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稍微爬一下吧。